军了，一天当太监，第二天却背负巨债，现在发现自己居然是个女人。不管只要不是太监，是啥都行。我刚刚明明看到叶公子往这边来的，怎么八成是你看错了？看来叶公子说的王爷周边咱们是买不成了。如今赚钱还债，尽快脱离宗正寒那个男人的掌握才是正事。我真的看见他了。别走啊，周边我也有，韩王的周边我都有，还有韩王的出狱图。你这刁民，敢坏韩哥哥的名声。报启禀王爷，方才属下们追击叶公子时，发现公主殿下正在城南偏向与人纠缠。宗正熙又偷跑出去了？随他。韩，你不能不管，太后知道了恐怕与你不利。王爷，听说公主是因为一张画与人起了冲突。画正是府中流传的那些。我不是疯了，你在打我脑袋上是疯了。打我这个到底红红嘴上你的腿都你的脸上都。老虎不发威，你真的我脑袋上磕王八。吾等奉命得罪了。祈求神树和苍生泪。